儿童节快乐，儿童节快乐。耶、yeah, ！我们的节日到底是四月四号还是四月五号啊？四月四号，四月四号，对对对，这么不吉利啊！因为死小孩嘛。对，没有啦，死小孩过死小孩节日就是四月四号的意思。没有了，没有了。那四月五号是什么？没有，有吧？没有，五号是清明节啦。清明节是农呀？哦，农历四月五号，好像是吗？不是啦，清明节什么时候？对，四月五号嘛，是明天啊。可是它是，所以不是，可是它是算农历还是算国历的日期？农历，对啊，所以农历刚刚好哦，刚好尬到四月五号，对啊，刚好尬农历就一定不是。所以这个连假是儿童节连假还是清明节连假？就刚好一起啊，对，所以就尬在一起，尬在一起。然后前一个礼拜大家多上天班，这样就直接放到尿裤子。对，你懂吗？因为儿童清明。这样才，可是儿童节是有假的吗？这样才三四啊。可是儿童节是有假的。有哎、欸，我今年才知道有假、欸。前年开始又有假，原本有假又没假又有假。因为我记得以前是儿童节放假，后来变成周休二日嘛。然后就再也消失了嘛，儿童节这个东西。真的。所以前年又回来了。对，反正就是有放啦，今年。耶，礼拜三大放假，好爽，好爽哦。然后他们就三四五六日。对吧？就上一二，然后三四五六日这样四天嘛，真的放到怠惰，妈、哦、放到过年，真的放到经济直接更萧条，不会啊，大家直接不想上班，经济大爆发好不好？我今天去 Costco 买东西，排到歪头。我本来想说，明天清明节，那我趁还没有放假，赶快去买东西好了。嗯、啊、已经放了来不及，一进去已经看不到入口，真的、哦真的，现在怎样？全世界都不用上班，是不是？可怜。我昨天晚上跟朋友看电影，要看那个《一级玩家》啊、哦，结果排戏排完之后开了一个小会 ，delay 了，没赶到。然后想说算了，我不要看，因为我到的时候，十一点半的电影，然后我到的时候11:38了。然后我就很怕进去的时候就开始演了，可我觉得、少看点不爽，对，少看点就会一直遗憾，就一直这种前面已经发生什么漏了什么，然后我就觉得那样很不就没办法专心，然后一级玩家大家都那么推，然后想算了不看了不看了，然后我想那我们找个地方去吃宵夜好了，在西门这样的，满全世界人都在西门啦、啊，对啊对啊 ，Everybody in 西门，对啊，上班大家都出来玩、啊，超夸张的、欸，超级多人的、欸，就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酒吧这样有个小位置。然后那边就点个饮料喝一喝，然后我们去吃个东西好了。全世界都在西门吃宵夜啦，超多人的、欸，超级多人的、欸。然后有一年年假的时候，觉得挺好的，因为大家都在路上，然后大家都知道到处很多人，可是大家都在放假，就蛮开心的，你知道？都有人，就不然走在路上，平常上班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是臭脸，对，然后都压力很大，然后我们。那个可能前天没事干在路上走，对，看到大家脸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就像我要骑车来，那个麦卡贝刚好都是人家下班时间，对，然后路上就很塞，然后大家就，我印象超深刻，啊、我在台湾读高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然后在坐校车在路上看，我就仔细看每个人的脸，没有一个人是笑，对啊，大家都是黑白这样，尤其现在台北更真的真的，然后平常的时候大家就是走路也超快，捷运也超赶，然后每个人都捷运也超不爽这样，可是年假不是这种年假，大家都是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平常就对啊，就今天去 Costco 就哇，好多人逛得好开心，对啊，我都觉得挺好的啦，挺好的，就是看到大家这样子，看到大家开心，很开心，挺好挺好，然后过年那种气氛又很，你知道，到处都是中国娃娃。我以为到处都是吉祥话，到处都是中国娃娃，到处都是中国娃娃，几年前都这样，每个人真的那样，你站在那种比如说台北桥那种摩托车下来的地方，你看上班时间，你看哇，那个是有，就是那个全世界全宇宙怨气最重的，真的，你全部都摩托车，每个人这样，真的，就如果怨气会被具现化的话。那个桥下全部是黑的，对，那个纸牌位，咚，跟那个黑暗果实，哦，来一个东西，超大一个那个怨恨幽灵这样浮在，不用具现化就是黑的了吧？浮在那个桥上面这样子，对啊，没有，就融合开气跟融合怨气，超大那个，把那个快乐气息吸走，又把大家肺弄黑，对，这样很恐怖。但是这样一连假的，像我今天也是出门遛狗，然后就因为。士林嘛，士林又有阳明山，又
有士林官邸，然后又有夜市，所以就超多人，然后捷运站也超多人这样。可是大家都笑得很开心这样。遛狗的时候去旁边买瓶鲜奶，然后看到一家人这样子，然后爸爸还牵着女儿这样牵着，然后就说啊，那我们去吃那个面疙瘩啦，啊那边很多东西很好吃，那边士林也少小啊，挺好的挺好的，大家都今天蛮开心的，挺好的挺好的，蛮好蛮好蛮好。但是平常从停车场骑上来就看到有那个长辈，就是一个阿婆，然后跟就是感觉是三代，然后他们就穿得比较轻松，一起出去走。对啊，然后我觉得哎呦，今天真的是放假，真的。然后心想说，想说，就要走快一点，我要出去。死阿婆，不要走在停车场出口好不好？三代一个老的一个小，走这边。老魏楼下走在停车场出口的时候，都想要走快一点，因为后面的觉得很焦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对，到底是干嘛呢？只有我爷爷。在台湾过世，其他所有的更老的亲戚都没有人在，都不在这边，所以也没什么。然后，但是我爷爷也是在那个就是火葬嘛，所以他也不是有墓，对啊，那就是有空去看看就好了，对啊，对啊，那也不一定一定要清明节去，而且对啊，而且他们也会把它弄得就是也是定时清理什么的，所以也没什么好扫的。带那边就拿一个桌子，然后就拿一些东西，然后就打开跟我爷爷讲讲话，真的嗨，对啊，跟我外公讲讲话，对，这样就好了。现在还有线上的版本，对啊，对啊，这么好，拜托，直接一个成佛都可以一键成佛了。那我先逼一下我爷爷，爷爷就这样。所以要给你看，然后就爷爷就会贴三个点点开始动，这样。有对不起、啊，再打字，正在打字，正在输入，正在输入。好像也不知道干嘛，那不然去看一下我爸墓园这样啊，我就开车去这样，也蛮干净的这样子，就刚好口袋有个湿纸巾这样那个。墓碑上擦一擦就，走，陪我爸抽一根烟这样点个烟，走，大概就这样。那边有什么真的要扫吗？其实因为他们其实也会定期打扫什么的，也不会说花个张整个埋起来。对啊，也不至于这样。但是以前小时候扫那个老太墓是真的要扫的，因为就是很多落叶之类，就是那种在树林里，就是对，就是那种杂草丛生的地方，因为以前也没什么公墓，对啊，也没有什么公墓，也没地，所以以前真的就是。眷村附近找一块大的草坪，然后大家都在那里面开 party 这样子，开 party party， 大家就生前这样子，邻居，就是夜总会嘛，生对啊，身后的世界，你也在这里啊，对，那个老张，本来在这里，搬到那边去，哇，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样子讲这个话题你有点不舒服？我只会觉得，这样子应该不会死人吧？不会啦，不是啊，他们生前都是家人，对啊，所以我们以前眷村都就是这样，所以直存就是他会把你放在一个会分解的，一样是火葬。然后骨灰放在一个会分解的罐子里面，然后把你在那个都是树，就他们会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可以植存的，全部都埋在那个土里面，然后可能一两个月之后你就分解了，然后也不会之后有人要来找我，就跟穆斯林一样，就往那个方向拜一下就好了，方便也不用跑，对不对？而且明天扫墓。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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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摄影机跟不到，返乡扫墓嘛，对，回去支持一波，对，回去宅一下，结果直接 cos 去扫墓，结果超，哎呦，还不被家长骂爆，平常就已经没有很支持了，而且，好可怜，好死不死，还 cos 了 Overwatch 里面的死神，太不吉利，一拳脚来给那个奶奶扫个墓。太中二了，太中二了，那也不会不支持吧？而且还弄什么啊？有棺材那个 skin， 没有，还有 skin 还是后面背一把吉他的。
然后全白，然后快点快点来帮忙扫墓，然后从棺材贴出来，当，那一定被打死了，被打死，被打死，你被一定要拿回来，一定要拿回来，一定被打死，明年就扫你的墓了，你告诉，明年就扫你的墓了，一定被打死，一定被打死，告诉你，成天搞这有的没的，一万好读书，每天钱花哪去，弄弄一些破烂衣服放在家里，难得回来南部，你又给我穿这么多去。还背一把吉他，你会弹吗？你把枪哪里搞来的？啊，这个违有没有违法、啊？这可以上捷运吗？这些新闻报很凶，你小心点。哎呦，好危险！他会模拟了吗？刚我们不，刚我们家长模拟器，真的。回去要说哦，那个这个电玩哦，真的让我们小孩子越来越暴力了、哦。真的哦，而且明明比较暴力的，应该家长狂骂，语言暴力。哦，受不了，受不了！小心，哦，精彩重播，精彩重播。这游戏真臭。香了，算香了。哎呦，而且感觉 Overwatch 每条都不能控制谁，都是被骂爆。废话，控制 Oris 啊，大家掌握。应该一个四级，扣着蓝露珠，而且是女版的，因为大家在扫墓，你还放个罐子在地上，哈哈哈哈哈哈！这边好多，这边好多空瓶子，把它扫在这边，拿一个回来，躲在我的洞后面。超怪人，这个就算我支持他 cosplay， 我也会扇他一巴掌。他爸给我醒醒，他醒没有四只脚。下午五点，然后那天是要上班上课的，我想说应该就还好。然后看换位置的时候，哎、欸，果然还有很多位置，我就画一个偏旁边，我没有到最旁边那一道，但是我在中间的区块的最边边这样子。然后想说这样应该 OK 了嘛，有一个人坐我旁边，然后还有看到有个地方就。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是一对情侣，一个男生那样子，然后他这样看，我有感觉到他这样，然后就靠过去，洗洗叔叔，然后我想说，太难过了吧？要你管，白色你有没有打电动？对啊，我的妈，特别画这边，也画旁边，不会去开房间摸？没有了，要不然他们也很喜欢了，只是没有我那么激动。对，对于里面，哦、对于、啊、里面的任何题材跟拍摄的手法，跟想要致敬跟呈现的东西，他一点共鸣都没有，共鸣都没有。那他可能不过也很难啦。哎、欸，很难讲哎、欸，我觉得应该也是真的是不同世界的。他就是看想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看啊，对对对对，他就对，他就这种有这种预期那种心，也是。然后进去说什么都看不懂，这种零共鸣，对啊，就零也是也是。我看零像我零凤鸣，小心啊，小心啊，最近商标越放越大，越来越赶了、啊。小心小心小心，之前抽百万跑车，现在不送了、啊，真的过分。小心大家小心啊，零共鸣，零共鸣。高音，我们家里真的有一头牛啊！哎、欸，那是吗？好像不是哦。是啊，是他吗？是啊，是他吗？是是是。我店里面真的有一只钢弹，真的，店里面真的有一只钢弹，真的有一只钢弹，好猛啊！对啊，对啊，所以。关键报告，关键报告，关键报告是用电脑，用电脑，关键报告是创，就是先用这些东西，你知道出来的、欸，现在。要做这种科技感的这种用电脑的感觉，都是关键报告选的。哎呦，我记得他眼球滚动，就跟那个骇、啊、客骇客任务一样啊！骇客任务当年也是，骇客任务就是我跟你讲一样，又是一个中文翻译翻太烂的东西哦，因为它的英文叫 The Matrix， 是母体。对，对不对？ Oh. 你看这样，哎、欸，这个电影、好像就懂了，就懂了，就懂了。骇客任务不知道是害，骇客真的吗？也没害，客也没任务，还有害，有害，有任务了，有没什么在害啊？有嗨起来，有嗨起来啊？对不对？就是一个精灵王很会打而已啊。对不对？我的戏，我的戏，我的戏，就变成他，全部都变成他，日文版的。对啊，而且《骇客任务》当时也奠定了一个就是这种风格的科幻的动作片的一种风格，像那个后面的那个乱码，有没有绿色的、你知道那个什么吗？不知道。那个是那个寿司的食谱。哦，真的、啊。对，那个是后来有人，反正有超级影迷他们去研究之后，那是他们就把寿司的食谱英文的嘛，然后就。
把它放在后面这样子，然后就快，对，然后就看起来像乱骂这样子，就是对啊，你看他们就是他们这样随便搞一个东西，然后哎，奠定了一种风格，就大家先想到这种，比如说母体的啦，比如说电脑的啦，这种跟这种科技有关科幻，就先想到骇客任务后面那个绿色的那个文字，酷啊，对，所以 Steve 好不好？阿 P 也是奠定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的，真的。我还看到最近还有看到一个很感动，是他们在那个比如说墨西哥还是那种地方。他们都会在广场放卡通，然后他们在放那个好像《七龙珠》超的最后一集，是不是？对啊，最后一集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广场的全部人一起大叫这样子，因为剧情很激动。哦、然后谁又出来干嘛？然后全部人都疯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热情，对啊，对啊，感动。其实那个一体感，可能以前就有那种热情啦，只是以前也看不到。你就只有跟几个同学一起很嗨啊，还有别的同学觉得你不要装啊小的。现在也是啊，现在也是啊，对啊，就是。所以cos死神的去上课的，跟那些不会cos死神上课的就觉得你在干嘛、啊？所以我小时候梦到金肉人，我买到录影带哭出来也是很正常的。是是是是是，对不对？我小时候只有看金肉人的漫画，然后那个没那么说，可能是有动画的，可是说。没有看过，又不知道，但是梦到在那种租录影带店，就看到金肉人有三集，这样直接哭出来，我这印象超深刻，因为以前都有那种录影带店啊，你家附近有录影带店啊，对对对对，就跟书柜一样，它超高的，然后里面就是一卷一卷的录影带，然后就一条一条一条，我就看到哇。格斗金肉人有三集，而且哭了，醒来在枕头前面，怎么是假的？要看床头只有漫画，我录影带呢？可怜的小子，好可怜，快气死了！来人啦！把六台录影带拿出来，给六台两卷影带。因为我那个群组有一个观众的，大家那两天，他那时候就有找，我才发现说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就是。可能买很多啦，很想玩，然后就不得其门而入，然后呢，搞不好连装备都有，但是就是不敢下去这样。后来我就说，那个谁，我们有经验的观众，请他帮我们弄一个就是入门的，啊，里面就是啊，有人上班族啊，有一些是学生啊，有一些很 talkative 啊，有些就不讲话这样子，反正大家什么都有，可是进去玩就蛮好玩的，一开始还蛮紧张的。后来就觉得还很好笑，还很好玩，大家都菜，大家都菜。对，那里面有很强的，有很强的，直接往前走吧，就跟着。他的其他就很怕这样子。对啊，就很好玩，我觉得是很好玩，很想去。而且越强的人装备越少，真的。接下来就穿好了，穿一个东西，一个夹怎么搞，然后戴一个面罩，就很强。然后我们全部超级全副武装，然后哇，你这。常常打没打过我也没打过对啊就很好玩我觉得蛮好玩的真的下次应该要去去去对、啊、而且我去那边我觉得最酷是那边有一对情侣那我本来想说他是因为那边会有其他人嘛，我以为想那边会有其他的人嘛，不然说他是哪一队的就不是哎、欸、啊我们大家坐在那边聊聊聊聊他们两个就过来说等一下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嘛哦然后也有一个人的我就散客这样子，他们叫这种叫就是散兵，就是跟你们散的那种，跟你们报队的意思、啊。对，然后就过来，就是装备过来，然后就放在桌上，然后就全部整理好，然后就开始去，就说我那你们要打什么规则，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打嘛，然后就把这里把装备穿上去，然后就进去这样。好帅哦，干嘛、啊？我想说，兵啊、我想说，哇塞，我想说，哇塞。他们都不怕说全副武装这样骑车过来，然后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吗？他们不怕全副武装骑车过来，然后这里也有一堆我加班的，他们带是真枪吗？没有这种啦，真的太夸张啦，太扯了。对啊，我就觉得哇，很酷哎，他们就真的好像是带一颗篮球，然后穿好球鞋就去了，在球场等人报队。对啊对啊对啊，就他们对他们来讲很稀松平常这样，可是那边真的超深山的。是哦，一定的。我想说。没有，因为背装备我不方便骑车，我想说开车好，就他们很多人还是骑车去这样，就这样放他们，不然就是背后面这样，然后就哇绕、哦、那个山路上，然后就哎、欸，可是还蛮有趣的，而且才350块打到关门，真的假的？早上去然后打到关门，对啊，关门是几点？然后晚上好像到晚上也有吧，太爽了吧？对啊，但是如果很多人的话，那大家就是要。轮流，稍微轮流一下。对啊，有些会在里面真的打比较久，像我们就很快就出来。等下我那天眼罩卡住，然后就有那个一个人的那个就说他有多一个眼罩比较大，是戴眼镜用的，我用哦很舒服很舒服。我说很快出来还你，这样然后我就进去，真的超快出来，还你。你有没有变道人啊？没有，室内很容易被反弹的打到。哦。对啊，反弹的就比较。
就矮，就啊，就算了，就出去，就中，对，还蛮好玩。所以可是看我有录很多，影片，可是我还没剪好。我看到这个，超好笑，三人对一百，对，三个直接对100个小学生，超好笑，这超好笑，超疯狂，这可能其实在那边用海滨在海人家。哇，你们家三只暗影正常砍你100度这样的，没那么强啊，暗影正常。应该是破坏能砍。抢走了，听起来听起来。破坏能砍100只狗。听起来。哇哇，那个陆战队用 A 的，不用右键。用 A 的，不然跑回去生兵了。一直 A 技人。是哟。哇哟。哎呦。哦，哎，我挡下来了，死大人，死大人，真的是死大人，死大人，死大人，好好笑。喂，好可怕哦，哇，好恐怖哦，回击，哇塞，霸凌班同学耶，霸凌，霸气，霸气，哇塞，怎么感觉很赞呐？风格真。欠十块，咋了？这位报道一则震惊全省的人伦悲剧。昨天清晨一点，台北市大同区有一名男子明桥国小吗？吵架之后自杀不清。一目判官，哎呦，干什么？哇，这个好台、啊、搞一个这么棒的游戏、啊，很赞耶！台很台味，很台味啊！他想表达东西感觉也蛮台。是 iOS 跟 Steam 本日上架，还不屌实况一波？真的本日哦，对啊，以上欠我看欠实况哎，超越萨达的游戏，太捧了吧！我看这款游戏出来，《魔物猎人》要陨落了，过气过气，恐怕都没有人再会打。